大家好，又到了史努比的手作时间。今天来做第80号、81号刊。今天要做新的场景咯，是要玩沙的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咯。先涂白胶，把22号刊的沙子拿出来。先用三秒胶稍微贴一下，然后背板，白色的颜料画一下，这上面像有海浪的感觉。暂时把这个先盖上来，先插着。就大概先放着。上一次79号刊的两条线拿起来。贴纸，一个是贴824，然后一个是贴622，但它的长度不一样，所以可能要看一下。比较短的这一条啊，是要贴这个824的。比较长的这条是贴622。之后呢，一样在这个电线板上面要贴双面胶。然后824的、是要贴在这下面，622是贴这上面。来放上一刊忘记放的史努比。为什么哥哥让哈利真站好啊？啊，终于好了，不会掉吧？再贴一点强力胶。强力胶整个流下来啦，不，那趁机把沙子再补一补。
享吧。OK， 完成。哇，沙子好可怕！做这个。接这个电线。好的，以上就是第80号80号刊，是做新的场景，是做沙滩的，然后有用了水彩，水彩不要用太多水，就是用颜料就好，比较好画上去，不然它会有点就是上不上去，因为这个板的那个材质就是跟22号刊是一样的，然后那个沙子啊不要铺太厚，不然你的那个小公仔会放不上去哦。好的，喜欢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，拜拜。